第三道，然后呢，总三道就要不同的。大口大口吃西瓜，一片接一片，不止吃到满脸都是，更是要吃得够猛，吃得够快，因为西瓜大胃王就要出炉。第一名队伍诞生，同学们都兴奋到模糊。台师大西瓜节正式开始，接力大胃王比赛家评如潮，不止好吃又好玩。所以他也是之前某一届西瓜节比赛，就是吃西瓜比赛的冠军。所以他有特别指导我，吃，简单来讲就是两个字：刷牙。原来受师傅在教，难怪得第一。师大西瓜节历经疫情三年停摆，终于在五月强势回归，一路到26号，校园里还有西瓜传情活动，买下一颗写有祝福的瓜送给你喜欢的人。不管是红色或是黄色的西瓜，我们都有提供，然后让他们去做购买，直接在校园里面就可以送给他想送的人。然后觉得就是在期末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可以给学生一个这样轻松的环境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这颗西瓜送给你，谢谢。整个校园都充满消暑的气息，人手一片西瓜，吃得过瘾。这个夏天就是要大口吃瓜。八大新闻林文林播制，台北采访报道。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